哦，我们下一首歌，真是棒。好，那个大家，那新年快乐，嗯，对，新年快乐，拜个早年啦，对，拜个早年。大家有没有那个越来越害怕那个过年的那个？对，你不觉得我们年龄像已经快要到了吗？就是快要到那个要发红包的时候。对，现在快要到过年，我们都就有点害怕了，会不会哪一天就要发红包了？我今年就有在考虑到底要不要发红包，因为我应该是去年才刚退伍嘛，嗯，对，所以我其实工作还没有很稳定，然后但是也有陆续有在接一些演出，所以我爸妈都知道我有领一些薪水这样，但是不知道要包多少啊，对吧？包个600块好像也蛮奇怪的哦，就是可能买个槟榔就没有了，对，好，然后反正就是，就像刚刚村长讲的，我们是从高中就同班，然后大学开始组团，然后开始玩音乐、做音乐，然后一直到我现在退伍了，然后他硕士班要延毕了，这样。你为什么要讲这样？喂，好 ，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等一下再跟大家讲啊，因为其实我们。就是有一些机会这样子，然后等一下再跟大家聊一下。然后刚刚大家有听到，就是这首歌叫做《换脑袋》，然后其实这首歌就在写，就是你身边一定会有一些就是比较笨的人，不管男生女生啦，比如说就是，跟走，举个例，就是我女朋友啊，这样子骂的还可以吗？她有在吧？她一定有在吧？她有在我才要讲啊。就是可能就是我可能稍微停个车这样，然后我们去吃个东西，然后呢出来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我们车停哪里了，然后他就会拉着我，就是可能走错的方向，然后我就说你要去哪里，他说我们车不是在那边吗，哎呀，就刚好是反方向这样，对，就是一些像路痴啊，或是不太会算钱啊，怎么有人叫我，没有，还是有狗也叫这个名字。然后反正就是有一些比较生活白痴的朋友这样，然后他可能对他自己也会有一些期望，所以会希望自己能够换一颗脑袋，跟大家一起就是可以对大家有帮助这样。但是其实他如果就是有一群爱他的朋友、爱他的家人，他其实也不需要换那颗脑袋，就是好好的做他自己就好了。对，这首歌就叫《换脑袋》这样。好，然后下一首歌曲叫《乘着风》。是就是写那个大学生涯，大学生活，那好，我们先唱好了。
的生活充满很多无奈，没有想的那么多，只是穿的有点难过，才刚跌倒又滑倒，你说是我活该，跌跌撞撞的日子匆忙的度过，离不开这个谢谢。